都去送回家。哎，三上有人哦，哎，上有人，哦，在，掉死了。OK OK， 山上还有一个在。好，我就是在右上方。Give 不给吗？我直接打到他们家里。好，那我在家里。哎，我每次要走回家都被自己家的门先关一下。好想要家门甩了一道，感觉如何？对啊，我们有一些弓箭吗？强力弓之类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关系，再复看。黄，胖子，我明就走开，你自己跳下来的。哎，呜呜，这么可怕！家里要被攻击了，干什么？好，追着前面的人，有人要来家里哦，他走山坡，左边右边，啊，你们看左边前面，有看到了，哎，有人从那个我们家上面那个高速公路走下来啊，中间那条的，我看到看到，哎，进来了，铁装哎，哇，各种打你身上，送装备，送装备，哎，陷阱，成功了，我们中陷阱了，哇哦。有朋友果然有用处的，好。可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那个八门金锁阵比较有用？我的，不要你的那个烂透了，你的那个烂透了，找不到路回家，超气。好啦，我会复一下。钻石。哦 ，nice。我们有这么多的哦，哎，他胖子交易所上面有出来啊。所以保护衣的铁装丢在那个凤凰台前面。那个我不要了，都是不要的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铁了？都要拿光了吧？拿光了吧？啊、因为后来没有人了。中间箱子。哎呦！哎、欸，现场有人可以借个青金石吗？有，我有。旁边我有青金石洞。中间箱子有了。OK， 谢谢。没有，我在楼上，只是刚好忘了带。有人来了，来，打。有石小子可行。不要再接了，请你老老师好，老先生有快递呀呀呀呀哟，强力就够，天眼兵，努力一下的，是可以看到他们发光的。对，哇塞，你是第一次玩啊？哇，第一次玩游戏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你第一次玩啊。第五阶段了，注意啊，第五阶段了。阶段啊，耐久一怎么这么烂呢、啊？可以再烂一点。然后他等下就跟你更烂。你要求的这种要求，这辈子没听过。不要这样，第一次听到啊。不要这样啊！哇，九秒！哎哎哎！我吓我一跳！哇，我刚才没捕鼠夹夹到，捕鼠夹效果结束。会击退有时候也很蛮烦的。老子再也不要盾牌了。为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我有弓。哦。你走开！你很胖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在我们家好痛哦，那个方块哦。哎、欸，死掉了！不能那么往上面走吧？他的弓好痛哦！原来！哎、欸，家里，我打你！家里，随便上来！我刚刚喷给他们一些装，只有武器是强的啦，其他都烂的。杰瑞，我们家也太多人了吧？哎、欸，那个穿装备的出去，穿装备出去。好，哇塞，钻石装了出来了。不过他们这一次好像都没有用隐形药水啊，进攻的人都没用。嗯、对啊，都是直接来。哦，掉下来。花钱。哇、哦，差点做错。哎咻！还好有私藏铁。来，你们进攻，我来守。杰瑞也进攻啊，你有好武器是不是？啊，我的啊！你也送了吗？风力五，哇！你风力五你也送？哇塞！你怎么会带着啊？风力五拿手下用的，你怎么带着？我一堆烂装送就算了，你这个乱。
怎么 hold 住？好痛啊！好痛啊！他们的弓很痛哦，他们弓很痛。对啊，小食物。看看你要不要做一套全套钻石附魔啊？我怎么可能做全套钻石附魔？我没有钻石啊。姐姐没关系，你可以出去玩玩啊。我来扫一下。噔噔噔噔，喂，干嘛的？你们可以用一下那个啊，隐形兵之类的啊。有，我刚换。盗贼吗？交易所占领。好、欸，占领，占领。我吓一跳，我以为是对面放天眼，没有了，超气。你飞怎么了？米菲，你刚刚在弄绿宝。米菲，你怎么有办法用出天眼呢、啊？哇塞，你现在是什么？冰月，你先上去，你先上去，我帮你守。好啊，帮我守上。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啊！不可思议。哎、欸，他们没有人在这附近。不可思议呀、啊！啊，被砍到。好不，被砍到就算喽。不像是米菲会做的事啊。哇。那我就可以往前一点啊。虽然没有攻，农家好女孩会，为什么神秘商人在他们家？哎、欸，他吐铁，他吐铁给我们哎、欸，吐铁我就把他射死啊！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把他杀了。好伤心啊、哦！这样对吗？这样不太对吧？中间有效率，你们这群坏人，坏的恶魔，我们不要你的铁，自己来拿回去。哇，还反喷回去是不是？哦，差点点下去。不行，铁还是要拿，带回家。哎、欸，有人有人要来我们家喽，在渡河。我、哦、看到了。超多存东西了，两颗铁而已。哎、欸，有人从那个我们家左边的山上来了。看到了。以为两颗铁就可以收买我们吗？没那么简单。来一个60颗。他应该是想要直接挖的。嗯，有人进来了。我来后面，你们先打。他进不来，。好、哦，哇塞，不是个西施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可爱了，这是蝙蝠魔，是有多生气啊？我只是从中间箱子拿出来用而已。对，你才知道，当初点不到名的时候，我就附到这个。我看到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在紧急附魔。哇差六下。他们有人离开了。哎、欸欸，那个铁站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原来是你哦、喔！我想说谁载的那个要走了？载他走，载他走，想要把载走。嗯。经验喷泉无法上岸、啊。哇！经验喷泉挖回去。哇！我真的六六六 ，nice。对啦。那我知道，我们去嘲讽一下就可以了。哇！好痛！好痛！小心哦、喔，小心哦、喔，他们弓很强哦、喔。我有一把神武了，这个超猛。有我盾，我有盾。那是什么？不死氪金师。等一下杀，不，等一下杀到你就知道了。哦、哇塞，好痛，好痛！我到贼了，我们来举盾，举盾只会被燃烧而已。哎，被吸光了，被吸光了。都没有啊，我刚死回来。后面收起来，还好，先收起来。呜、哦，痛！刚刚太惨了吗？而且重点是我的装还不错、哦，真假的？钻石哎，你是钻装哎？对啊，我有两只钻的东西。哇，哎、欸，好攻，好好哦。你还有你吗？刚刚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中间箱子应该还有效率的稿子。对啊，你们可以去玩，反正我们就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我负责头先，我去看有没有50个贴。再玩一玩。我这一场好惨呐、啊！我三十三。我终于三十三。小雨，你哎有人进来，我不用喝，我不用喝，我去引。哎、欸，有人进来，有人进来了。哦好、啊，我在打他。反正我还是要你那个。他怎么？他糟了。跑好慢啊、哦！哎呦呦，烫！他就一直在那边射箭。
你们就绕旁边就可以过去了。我本来就要换。巧克力，你看我在干什么坏事？你在哪里？魏总，你在他上面。真的？哎，你在巴西什么、啊？自己摔死了。对啊。天。有我的装备。有，我帮你清一半。真还守卫。小雨，巧克力，你在哪里？巧克力，没有，我只吸到帽子而已，其他被他吸走了。左边吗？对对对，我先跟你会合，我先跟你会合。好，你们要过去吗？我在快到他们塔了。哦，等我等我，我在后面，我看到你了。对，没有铁了吗 ？I see you。会。我不能不。哎呀，他们反正他们最强的，哎，为什么会知道我、啊？好。没人挖铁哦，那我来挖。我爆了、欸，为什么？我躲在后面。其实快结束了、啊。其实快结束了。对啊。他们剩四滴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小雨，我们就是吸引注意力就可以了。走。李酷哟，可不可以帮我们加五？我要坐船离开，来打我！哎呀，哎呀，掉了，挖不到吗？急了吧？去。Nice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还想要跟他打了。可恶。没有了啦，敲完了啦。六六六，六六六。太霸气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嘲讽指数这么高，去吸引他们就可以了。哎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求婚。跟我结婚吧，巧克力。对啊，有人这边有一个裸体隐形的变态。喂。哦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我也受不了气啊！啊，今天搭船搭得好好笑。来，刚刚最后去，他不是说要帮我吸引注意吗？他就在人家前面放了一只船，然后在那边开始滑。超嘲讽！超嘲讽的。他们有一个那个拿超强的弓，也是我一直在吸引他注意力。超好笑！我也是在他们家也是搭船、啊，我也很希望。就是他们乘上去，结果都没有。卡卡的，等着。哇！哇！哇！我靠！我刚刚哇！发生什么事啊？爆炸啦！就死掉啦！太好笑了。好啦，休息啦！感谢大家。OK 啊，休息啦。晚安，晚安。下次再来。我下个礼拜要出国了，没办法。欧米亚给，欧米亚给，去哪？哇哇哇哇！他要去很远，他要去很远的地方。啊，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吗？真的？不是，澎湖吗？他不是去玩吗？去留，不是说去留学吗？对啊。对啊。哦。要去美国热。America。那、啊、你英文 OK 吗？啊，你英文 OK 吗？不 OK， 你帮我帮你补个习。My English is pretty good。OK OK， 巧思英文堪忧啊。Let me teach you some English。OK OK。When you look a black guy， just say， Hey yo， check out， yo man， 你堪忧啊。Hey yeah， 我还以为你要讲出不能播的东西。刚刚如果你Hey yo neighborhood， 我很担心你啊。对啊，我也很堪忧啊。对啊，交给我就对了。我相信巧克力。好，我会帮你这个习得最好的英文。又开始了是不是？也不用。好啦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今天休息啦。那明后天都不会开台，本周中日同乐日会休息哦，因为会去参加 LAN Party。对，那 LAN Party 的过程当中也都不会开台，因为我没有配备。对，他们那边不知道有没有配几电脑啊，但是应该是没有我的，对啊，就是我也没有申请或者干嘛，就是去那边尽情的玩乐，所以六日不会开台。基本上应该在 LAN Party 相关的频道，或假如那边有人开台的话，都会尽量过去露个头 ，say 个 hi。对，那粉丝团也会 po 一些相关的图片跟照片啦，大家都可以去看看。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啦，大家再会，晚安喽，拜拜。